行者大人，您召见我。海加德已经派人进入了隔离区。 时候让猎犬出笼了，目标信号丢失，我定位不到它了。小心点，这地方有些不对劲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 今天真够倒霉的，这个矿洞情报里没有提到过，能量不多了，可别掉链子。不好，那些怪物好像追进来了。 这里好冷啊！ 进来了，得想办法跟总部取得联系。希望前面有出去的路吧。 能量果然还是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目标已经捕获。
明白。把他带走，执行记忆清除程序。危险期已经过了，他的身体机能正在恢复。幸好我们发现的及时。他好像动了。光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喂喂，能看见吗？哥哥，你快来呀！醒了吗？抑制器运行状态正常。放心吧，他已经没事了。我这是在哪儿？你的抑制器已经安装了新的能量池，感觉好些了吗？我好多了。你们是？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了，我差点以为……他叫莎莉，我是他哥哥夏佐，也是这个避难所的首领。是你们救了我。当然了，我们发现你晕倒在了避难所后面，而且你的抑制器能量已经耗尽，我们只能把你带回避难所进行了紧急处理。这里是新岛避难所，编号 HT501。 陌生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会孤身出现在后山？我都不记得了。哥哥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浑身上下都是擦伤，也许是个迷路的拾荒者吧。迷路的拾荒者，你还真是不走运。一生兽在那处机械坟场筑了巢，你还活着，已经算命大了。在你想起什么之前，就先待在这儿吧。我们做了全面的检查，你的身体没什么大碍。谢谢，谢谢你。先去收拾一下你自己吧。这身行头可是够狼狈的。莎莉，带新人去赛琳那边吧，我已经通知他了。知道了，新来的快跟我来吧。你的武器放在那边的箱子上了，别忘了拿哦。这里还不错吧？你和夏佐都是在这里长大的吗？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在这里生活了，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人，是大家一点点把避难所建设成今天的样子的。这是，你好，我是米亚，第七代，第四代机械质仆。米亚可是我的好帮手，是哥哥从一个遗迹中找到的，但他的语言模块出了点问题，所以有时候讲话怪怪的。抱歉，米亚未努力让大家听清楚我说的话。没关系的。快跟我来吧，别让赛琳小姐等太久了。前面那艘战舰了吗？那是伯利恒号，哥哥说他躺在这里已经50年了。50年？这是大灾变发生的时候，原能爆炸摧毁了一整支在附近游弋的联邦舰队。
只有伯利恒号成功迫降在了岛上，避难所就是围绕着他的残骸建立起来的。看到了吗？那就是赛琳姐姐，我们快过去吧。好、哦，你就是他们从外面救回来的小家伙了。你好，我是莱。看起来跟莎莉差不多的年纪，这些年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吧？赛琳姐姐，快帮他收拾一下吧。好，遵命遵命。
哟，果然是人靠衣装呢。真是麻烦你了。好了，不跟你们闹了。既然收拾完了，你就带他熟悉一下避难所，看看能帮上什么忙吧。放心吧，包在我身上。赛琳姐姐好像还挺喜欢你的。这里是中控室，能监测到避难所的每一处异常。早上好，小莎莉。早啊，帕尔大叔。这就是你们救回来的那个人吗？怎么样，身体好些了吧？谢谢你们，我已经好多了。哎，这是的，安稳活着比什么都强，这可是要老天眷顾的。帕尔大叔，你身上好重的酒气啊。只是昨晚多喝了点儿，没事儿。我正准备去回收环境监测数据呢。帕尔大叔，你这样子怕是酒还没醒吧？哎，检查的事交给我好了，你可别再像上次喝多了一样掉进水里。这个那就拜托你们了，我的无人机可以帮忙引路，就在那边。啊，你有兴趣吗？也好，正好你可以熟悉一下避难所的环境，有无人机带着，不用担心迷路的问题。怎么样啊，别紧张，抓紧就好，我可是飞机老手了。调取记录，莎莉在最近的一次飞行中掉进了河里。那是意外，意外。指挥数据采集中。外面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。监测数据采集中。你想去附近看看吗？避难所周围还算安全，无人机会在附近待命的。任务搞定了吗？搞定了就可以返航了。地质数据采集中。收集到的数据样本差不多已经够了，干得不错。快回来吧，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看看。你表现得不错嘛，我这就把数据拿去给阿尔弗雷德。总之，今天真是多谢你们了。数据分析，长期摄入过量酒精将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影响。参考科学的膳食规则，帕尔大叔应减少饮酒，适量运动。你丫说的对，帕尔大叔要注意身体啊。我会注意的。走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芬妮姐姐。芬妮姐姐，莎莉小妹，怎么有事找我？我带了新朋友来给你认识。你好，欢迎欢迎，我听说了你的事，怎么样，身体没有大碍吧？放心放心，哥哥已经帮他更换了抑制器的能量池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啊，我都忘了给你介绍了，这是芬妮姐姐，虽然只比我大了两天，她是我们这里最厉害的厨师，有机会你可得好好尝尝她的手艺。
没问题，想吃什么我都可以做给你们，不过要等哲月门修好，我才能到班吉斯港采购新鲜的食材呢。不过是修理哲月门而已嘛，我们两个就能做好，快跟我来。不过修门这件事可别让哥哥知道。记录，本月避难所发生意外事件共计八起，其中与莎莉有。你呀，不要什么事都跟别人讲嘛。就是这里，我们的哲月门。我也不太清楚，听派尔大叔说，似乎是利用元能把要传送的东西完全分解，然后在很远的地方重组起来。啊，那一个人被分解和重组之后还算是原来的自己吗？这个，总之我已经用过好几次了，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可是这个该怎么修呢？只是能量转换器的滤芯坏掉而已，把备用的换上就搞定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，帕尔大叔教过我的。我先检查一下运行程序，拜托你帮忙搬个新的滤芯过来吧，就在那边。备用滤芯就在那边的小屋子里，看到了吗？只需要把备用滤芯放进装置里面就好了。当然，如果你够准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扔进来。我就经常这么干，然后被哥哥教训。备用，帮我把滤芯推进去，里面好像卡住了。只要测试一下它能不能正常使用就好了。测试要怎么进行呢？当然是亲自进去试试啦。不过哲月门的使用是有限制的，只能在已经被你激活的哲月门之间进行传送。但现在你只有这一处哲月门的权限，所以测试交给我来就好。还是别冒险了吧，我总觉得……放心，不会有问题的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一切运行正常，我已经到了班级思考。监视者怎么会在这里？别跟着我！救命啊！我最讨厌虫子了。检测到敌对单位，传送武器数据，准备战斗。没事了，莎莉，都已经解决了。你没受伤吧？记录，本月避难所发生意外事件共计九起。对不起，
我只是怕虫子而已。你怎么会招惹上那东西呢？哲月门的定位系统好像出了问题，我被丢到了班吉斯的海滩上，结果就遇到那些怪物，真倒霉。不过定位系统的结构太复杂了，好像连帕尔大叔也搞不定呢。我们可以求助胡兰胡弗兰茨先生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他肯定有办法。是海加德来的弗兰茨先生，他懂得可多了。走吧，我们去找他帮忙。警报，哲月门仍处于故障状态，无法正常使用，米娅应该留下提醒大家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那就拜托你了，米娅。小心点儿，别让哥哥知道我们偷偷跑出去。你要找的人在避难所外面，不是很远了，快跟上。呀呀，你看到那块大石头了吗？就是莱西对面的那个。我看到了，可那块石头看起来怎么像是虚影？听哥哥说，那是一处旧联邦时期遗迹的入口，因为设置了拟胎系统的伪装，所以看起来才会像个大石头。遗迹？那里面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哥哥他从不让我靠近那里，说担心会有危险。但我猜那里面的东西一定非常珍贵，海加德可是专程派了弗兰茨先生来调查这件事呢。做好准备哦，我们要到河的那边去。小心前面的蜂巢，虽然蜂蜜很好吃，但我可不想被那些虫子缠上。跟你说个好玩的东西。什么？绕过前面的悬崖要多走很远，想跟我一起抄近路吗？放心吧，跟紧我就好，我这条近路很安全的。等等，你不会是要……安全降落。怎么样，感觉很棒吧？前面要过河了，你会游泳吗？那我们来比比谁能先到对岸去吧。那我可要开始倒数了，三一，我先到终点等你了，你慢慢游过来吧。弗莱兹先生。诶，这不是小沙莉吗？怎么，夏佐同意放你到外边来了？哥哥正忙着呢，所以我只能来找你了，有事要请你帮忙。哲月门的定位系统出了问题，但我们这里好像只有你才会修。啊，小问题，我回去的时候会顺手搞定的。难道不能现在就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可是这台解构机出了故障，我还要……解构机就是可以破除拟态伪装的东西。啊，是啊，不过这台老古董竟然在最要紧的关头罢工了。这个东西修起来很麻烦吗？只是短路而已，但里面有些元件被烧坏了，需要花些时间处理。可是，芬妮姐姐急着去班吉斯呢。避难所里的储备食材已经不太够了。哎，好吧，那我先回去把哲月门修好，这边只能晚些再处理了。你们乖乖待在这儿，可别给我惹麻烦。放心吧，我很乖的。
这台机器，我说不定有办法。莎莉，你不会是想……你也对这遗迹里的东西很好奇吧？我们把这台解构机修好，不就可以进去一探究竟了？这台解构机是班吉斯重工生产的古董型号，原理并不复杂，我应该能搞定。虽然还没仔细检查过，不过看样子八成是电源被烧坏掉了。那我呢？我需要做什么？最好得有人看着这里。可以拜托你去一趟新岛原能塔吗？那里有一台小游民机器人，我们可以问他借到备用的电源。那个小东西跟我的交情还不错，只要报我名字，他肯定愿意帮忙。不过，远离避难所的地方可是很危险的，而且免不了要爬山涉水，你可要当心啊。这样吧，我把喷气背包送给你，方便赶路。记得使用的时候小心一点，遇到危险就赶紧逃回来。喷气背包可以帮你轻松越过一些崎岖的地形，试试看吧。那座高塔就是原能塔，周围是猎狗帮的地盘，要小心点哦。
你好，我是莎莉的朋友，来拜托你帮忙的。莎莉小姐，遇到麻烦了吗？只是修理一台坏掉的解构机。你这里有备用电源吗？我们想借用一下。没问题，备用电源你拿去吧，这代表着我和你们人类之间的友谊和信任。我刚采集完信号的最新地形数据，也同步给你一份吧，我的新朋友。数据同步中。Yeah.
了确保你的安全。要开始新的旅行了吗？我也一起来。险吧，刚才突然联系不上你。电源已经拿到了，但有一些小状况，我帮小游民处理完就回去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忘记提醒你了，光临镇有很多异化人，你可要小心啊。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情，我回去可没法交代。我会注意的。Yeah! Yeah! Yeah!
集中。原地进发。采集者建议陆续返航中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什么危险吧？不知道电源有没有损坏。嗯，你一定没问题的。接下来就让我来搞定这台老古董。哦，你跑了这么远，应该饿了吧？弗兰茨的烹饪锅还留在这儿，你可以先去填饱肚子。你可以把食材放进烹饪锅里，加工成美味的菜肴。尝尝看吗？嗯，我是有些嘴馋了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这雨来得有些突然，我们可得抓紧时间了。看，解构机的电源我已经换好了，但看起来它没有在正常工作。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刚才检查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内部的投射装置已经坏掉了，似乎是透镜出了问题。但我有办法解决。看到那边的水合体了吗？我们可以用它当透镜。哦，那我去抱一只来。水合体非常的敏感，要慢慢的靠近，千万别吓到它们。快，把它放到解构机前就行了。
紧时间。快，把它放到解构机前就行了。再站过来一点，对对对，这样吗？啊，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哇，你快看，哇，这就是他真正的样子吗？我们进去看看怎么样？太冒险了吧？不会有事的。我明明告诉过你，这里很危险。我只是想帮忙。帮忙？你只会给我添乱。可是我……没有可是，马上跟我回去。没我的允许，不许！我最讨厌你了。你。